从阿哥到，吼，阿哥，你的下脑天天拿出泡了不？啊，我这破鱼啊，不是啦，人你好。跟亲戚都躲不开去，吼，那这样两只老虎哈，小朋友看到你叽叽叫，啊吼，老伙仔看到吼，会吼真相怕。有影是安尼哦，啊，看我咧像咱原地玉白安尼，愈来愈少年，愈来愈健康未？吼，特种包一定赞诶！吼吼吼，啊，无是咧做啥？我甲你讲哦，这个故事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在一个风光明媚的日子，魔幻。李经验李大师，大师好，这位我们来看一下。
场的刘兄来通过来播出这个桥。首先欢迎我们六六第十的热烈邀请，掌声欢迎。非常好，请计时。三位听众座，北面的杜定，七门的工作，廖秋荣、廖校长，还有来自。今天有一点什么事情，那个味道的出来，什么味道？那就是环境剧场的味道。那今天的纪念，那台湾地位地位也好，我们在湖尾的园区里面有一个大型的户外的环境剧场啊，而且是云爷爷啊，哎，云爷爷谁是当时的台湾，然后扁平的啊，还主要是从我们那边搬电视。建筑哦，咱本地搭的啊，真爱建筑的环境，也是咱两方面，也是咱环境基础里面，爱修的精高精高方面。那杜小芳，你在边啊？你那时候表演啊，结合到这些基础面各个环境的东西，这个掌控力啊，也是要传达这个啊环境云林市场的特色是吧？今年云林新奖已经进入到第十二届。那对于我高层来讲是一般每级的，然后差不多是加一挂对啦，哦，很多年吼，加一点来，啊，所以讲今年咱另外是十个用电机，包括八八电费十个用电机的，来进行我们这个巡回的公演。那今年预计是特别棒，把它定位为叫做偶戏行奖。那先拿偶戏行奖，因为我们结合了来国际的偶戏奖，把这个两大主要的这个。活动能够做一个连接，一批新的后面的这些连接，我刚刚讲这个是一个创新的一个想法，希望两个活动的结合更能够来发挥它的效益，给它引进，给它广，给它广一些注意，这样一些产物。所以我们在此要特别呼吁，那个国民要进来，那个标准要来产物，这个形象的活动，对高级生态系要掌握一个变。每一百、百啊、一百，都已经全上这些表演。除了那个甄玉林的长风剧团之外，我们都有不同的音乐系的，每个都接受的东北音乐系的这表演团队，都给什么样的表现来参与？上面算一下，他们五连连的，哦，这冰杠鼓，你要先冰杠清楚的哦，这样各自的表演取得金多啊，欢迎的电话。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这北部的调度团队大家来参与啊这个降压意义的这个活动。那我们也感谢各相关公所的一个配合了哈，给那里让你物业公所啊，我们奠定他们代表我们来参与这个活动。那我们都今年活动举办，也当金金奖奖，代表我们乡亲一个快乐的这个周末假期，尤其是啊。对咱本地的表演团体，也是一个真大的鼓励。希望他们平常的这个练习，有一个很好的舞台，能够跟我们所有的民民乡亲来调动到他们。我在此刚想不光说这个呀，也感谢很多民民朋友们的这个关心跟协助，或者不想告你。准备的非常棒的自行车，我们就带了不老千哦。那么来到现场，每一位民众通通可以参加模场哦，还有非常非常有创意的小礼物送给现场的好朋友哦。务必请大家一定要来看戏拿奖品。如果对于整个资讯有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询问我们的文化处的网站啊，或者是乡镇市公所也可以哦。谢谢。好，紧接着邀请到我们十个乡镇市的代表。那么第一个代表是包中张峰斌，来张大哥来敬礼。
感谢你，谢谢。那么我们这一列车啊，叫做云林号的行脚列车，列车长我是让你要飞了啊，说他可以来这边，来这边啊。那么都是我们自己业务单位的林梦雨林处长的梦，来，都是，就在四安宫啊。来，谢谢林内，来请乡长张德生。那么就在呢旧的宝龙纸厂，现在非常漂亮。来，说给花花的宝龙了，请我们的生产人陈科长，谢谢。花花就在独库有所啊，就这样了啊，谢谢。来，下一题，来请各位代表向右靠一小步一下。下一题邀请到的是郑林慧，来点点六，点点二，点六。好，谢谢。来，说得给，那您大叔子哦，你是在列车的中间，邀请到列车长李进勇，我们的勇士啊，嘿嘿。来，现场好，这个是驾驶座，在这里喽，列车长哦。好，过来气宝啊，邀请到的是廖秋荣，廖车长，现场好，你来躲避。邀请到我们的英俊潇洒的刘俊男啊，来，李秘书，一个过来靠我，我邀请到业务单位，好不好？来，业务单位，好，我们志玲哥哥，来说你理论就在二轮运动公园，来理论邀请到也是业务单位，来，二轮啊，好。刚才说的董六小不了鸟在宋天宫，邀请到我们的岳琪来 OK， 来收到了哦，我们先拿在手上拍照一下。这个卡数度也没事啊，现在先贴咧，先打开呵呵，拍照一下好不好？来看前面咯，看前面咯，好，先拍个照一下咯，看前面咯。云林号的行脚列车即将在10秒钟之后起跑启动，前往各乡镇市来进行训练咯。倒数5秒钟，幸福每分钟，5、4、3、2、1，请启动！欢迎乡亲朋友莅临云林行脚，欣赏精彩的偶戏儿童剧，正式起跑！嘟嘟嘟，开到哪里去？开到行脚的会场。现在呢，邀请蒜香盲员，外面大哥大姐，阿姐，来，请到长官贵宾的后面，过来金婚哥，阿公了，林仔哥主，赶紧抓孙仔来看你咯，阿姐，阿你唔去正题啦，你看，你唔好对家来，阿公来，阿公抓孙仔来，哎呀，还有东东。我们的动物乐园，来，请进场喽，OK， 非常的热闹，然后场景，老虎，小白兔，来后面一点点，后面一点点哦 ，OK， 来靠中间一点点喽。OK， 靠中间一点点哦，好，别过你啊，拿动作片的哦，先看哦，过你啊，拿动作片，啊，不会看动作片哦。好，来，换场景下，先看我这里哦。过来讲吧，有点紧张哦，邀请大家，啊，大家就讲哦，跨戏体中片，右手比耶，你们就讲跨戏体中片耶 ，OK。
他自己在那边好不好？好，先看前面的镜头咯，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看我这里咯。OK， 云林行桥邀请大家跨地给装逼，耶！好，来看右前方的镜头，看右前方的镜头，让每一位记者都有最棒的画面咯，看前面咯。云林行桥邀请大家跨地给装逼。好，来请看。云林行桥邀请大家跨地铁招聘，耶！2018云林偶戏行桥正式起跑喽！掌声鼓励，耶、！OK， 好，那么现在呢，请县长啊、还有我们的各乡镇市长到会场的前面这边来，开放媒体联访。即卖已经进行到第12届，啊，每届咱伫各地方的公演的时阵，拢受到咱地方乡亲真热烈的这欢迎。今年有较特别，吼，咱就是将一个云林行桥，甲咱的国际舞戏节做一个连接，吼。所以我今年咧，啊，由咱原来非常优质的表演团体，也就是啊，金虎林歌的江东舞团，啊，甲一个东东舞蹈团，吼，来做一个结合。啊，节目的安排咧非常非常精彩，啊，无当个时间啊，恁听好，也就是讲各工作啊，大家非常激烈来去配合哦。但若每到一个所在时，拢会邀请当地啊，即个表演团体来参与公演，对，即个拢结合在地的即个精神，我感觉是真好的一个安排。啊，参与我今仔日开幕式的时阵，咱的气动乡的蒜香马园，即个师傅的车，师傅的阿弟啦，啊，即个表演非常好，所以讲。势必这个活动呢，啊，一定是真好看的，不但是安尼，也可以让啊民众来这个活动，所以我伫遮咧，特别欢迎所有乡亲和朋友啊，一本过去对云林行脚的这支持，今年继续再搞，台湾方面大家踊跃来参与。国际。